It's the quality. It's the quality in the new work. It's free of all the people. So we have look. We have a look for the quality.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是 Newark 的、学院，它前面的名字没记住，我们来它这个学院看一看。这是它的停车场，上面都是太阳能板在供电，所以是比较现代科技的一个图书馆。所以我们现在来它的学校看一看，学校建的也是有很大的地方啊，很荒很大的地方，因为他住在非蒙 UniCity 这个之间，而且对面就是湾区，对面就是 Cupertino， 离这边硅谷这一带应该说是很近，所以他这个未来的发展是不可限量。他现在的 college 是，就是他到我们那个 Newark 成人教育那地方去招人，是免费的嘛，所以就来看一看，看看他要什么。而且明天他有那种，就是这一带这个硅谷这一带企业来招聘，所以他愿意帮助你去。这是一个高岗啊，高岗，你看这边都是太阳能啊。这是一个山啊，这边都是太阳能的这个太阳能在供，太阳能板应用啊，这个照明用的太阳能。所以我们现在都到这个学校走一下。估计是个新学校，你看唱他这个学校这个都看着比较新，学生都开着车来上学。刚才咖啡洒了，给老师聊天，咖啡洒了，准备拍那个花的，结果这个 iPad 也摔到了地上。这样的话，周围都是山的话，今天还是稍微有点热吧。看到小树林里，来看一下。A bee, friend Lancer, 友好的。这个 bee, 他们当时有照了一个照片，里面有蛇呀，有水鸟呀，有鹿啊，比较荒的啊，就这里面是什么都可能存在。Olong Newark Center， 这是介绍 Olong Newark Center， 在这边。所以说 Newark 是蓬勃发展的，对我们这个在东湾这个地方 ，Newark 也是水鸟。因为它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它的
在东欧庄的中间的位置，它没有名，但是位置很重要。你看1998，比较年轻，核心位置啊，对，你看它在这位置，不在这中间，在这中央了。其他地方都高，它的地方低，所以它有这种价值的洼地。这是学校，然后学校我们再拍一张为了留个纪念嘛。就是提供给你充分的教育，然后让你去很好的为这个湾区的企业服务。 Through you miss it。 Oh, one thing and within per class, face to face or online, class begin September, October and November.2019 Orlan， 这个现在是关着呢还是开着呢？开着，可以看。我们走到里面来看一下，这是自动的啊，有电梯，有这个回收中心，看一下，这有什么呢？这是分类的。电池 battery， glass， blazing， 然后 paper， 近底温度的 UV weight some percent， 你看这边都是纸，看看这边是不是有瓶子 ？glass 有瓶子。metal， 电池都要放到一个地方，有利于大家的。这是不是有水啊？可以的，有水，就是不是摆设的。这是到的男女的洗手间，可以到这洗手间来。room 1407，这都是比较新的呀，比较新的，在这里面。room 1406，8:45，这是 college。Recycling center， 这是回收的。God bless， do you know？ 不不不。这是。50年，奥兰特考虑，我天哪，50年了，这厉害，这个学校。50%学生没有吃。Proper cold out at night and have food ready before head out the door。对，2019 even schedule information file。and same flat 增他爸爸的
Breaking Free， 这是 Join the Team That Make a Difference， 这是加入 Room for Rent 850一个月。Beautiful Apartment Room for Share Two Room， 这是 Friendly 清洁 Clean Roommate 室友。啊，50年了，50年这个校区很新呢、啊，确实是很新呢、啊。这是什么 ？Art 105A College Study Tours London Paris and Adam， 这是在哪里呀、啊？在图书馆在哪？就是他这个可以在这儿休息，也可以在这儿冲洗。Open Office of Student Life is pleasure to an New York City restroom student ID card safe care project online party place or relation。 这是他的Safe car 的 scenery， 那是 ATM， 我破一看，微信 ATM， 大概完 ，OK， 我们现在坐这儿歇一会儿，然后把地上有那个。用2100，这就是这个学校，我们要进去问一问。大树，我们看看这下面。这是他表现的是艺术。看看这边环境还是风景如画啊。